位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的艺术新天地这个栏目，我是 David 李敏博。在这个艺术栏目当中呢，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内容，就是一起讨论和分享一些优秀的摄影作品、影视制作、广告创意、美术设计，甚至是画画的那些技巧。在这个讨论的栏目当中呢，结合了我多年学习艺术和工作的一些体会，把每一个的作品它的创作理念或者是它的那些技巧一一的解说。如果你是一位初学者，或者是你想更进一步的学习，实现你的梦想，发挥你的才能，那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影艺教育的培训班和那个讲座。谢谢。